Yo, what's up?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姆。今天我们要拜访一位老师。捏小人的本事可以说是出神入化。That is so interesting. Let's go and check it out.像小朋友一样可爱啊，卡哇伊。它主要呢是用面粉和糯米粉配制成的一种材料。用面粉？对对对，就是吃的面粉。吃的面粉？哎，对，然后配制出来一种材料，拿纯手工捏制出来的。哇！哎，面塑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关羽，关羽，三国的对对对，关羽，关羽是。哇塞，他这个胡子比我的胡子还长了。是我们这个这次关羽的时候，这个胡子我们精心把它加长点，做长点，美感。其实这要是我没有碰的话，我就以为这下面是石头，然后上面就是用那个塑料啊，或者这些。对，不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材料是面塑嘛。哦，面塑这个材料都是面粉配制的。哇。用面粉配制出一种材料，然后手工捏制而成的。所以在中国是传统手工艺，有手感比较好。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韧性很好的，可以调整，作品可以任意调整。是的，是的。我真没想到，就是面粉除了吃还可以捏人，而且捏得那么完美，那么完整 ，amazing。你做成学到了，学到了。是这样包起来的？啊，对对对对，是这样。对，按一下，啊，凹进去。是上面吗？那上面，上面不要动。眼睛太大了，时间大。黑眼就比白的大多了。这样，哎，这样，这样是好。你妈，嘴巴真大。好，好，还不错。哎，往推点啊。然后我们做完了之后还不太像，对吧？嗯。将来怎么做呢？做鼻子啊，挑鼻子啊。挑鼻子。鼻子。哎，从下挑啊。是这样吗？嗯，对。他好他这个耳朵好好好好是对这个往上对吧 OK 这边也是啊好好稍微调整一下啊他这个是不是没劲儿好好马上时间调整马上整个万一拉就有力量了啊来好很好漂亮啊哇塞你先给我打节目吧放在中间哎对是中间往后然后往后哎往后往到后面往到后面对然后这样这样然后这样我看他胳膊断了没办法会好啊挑战挑战啊感觉完美啊看看你的他这个、啊、不错不错还好可以可以第一次做很漂亮啊啊可以啊完成